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我们再次来到了奥特曼格斗超人里面啊。上次我们打了那个终极试炼，很难打过，对不对？原因有几点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首先我们得收集一下图鉴啊，可以加属性的。然后我们这个装备，哎，直接买了啊。这个装备我们得升级一下，看见没？四星装备，装备上。这也是四星鞋子啊，我们之前是三星，这个也可以替换啊。这个虽然都是三星，但是这一个看见没，属性值要更高一些。看一下还有没有可装备的，哦，可强化的没有可装备的啊，一键分解，哎，管它，反正就是全部都分了啊，全部都分了，分了我们有材料就可以强化，看见没？加18，加21，披风加17。我们这些材料哪里来的？下副本来的啊，还有这个胶囊啊，胶囊这里应该也是可以升级的。哇，每个英雄要不同的胶囊吗？我天，那得搞多少胶囊？紫色胶囊，都给我们最好的东西，全部给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？给我们的主力英雄，主力英雄最主力的就是我们中皇绝特。还有神器，看见没？神器也是可以升级的啊。神器也可以升级，怎么升？点这里，没有了啊，没有材料了，朋友们，没有材料就升不了了啊，都没有了，我们的空了啊，必须得下副本的。你看这个材料我们有，哎，把它升到了满，这个呢没有了，其他的可以升一下啊，暂时我们就不升了，我们赶紧去下副本。用我们的赛钢怪兽啊，赛钢怪兽，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副本箱哪里来了？困难第一章打过，第二章打过，第三章打过，第四章的第一关都还没过啊，我们就用赛钢试一下能不能过啊，反正后面有个拖雷机压兜底。来，赛钢 SSR 英雄啊，也不是太差，朋友们，来，好像还没给大家玩过怪兽啊，来看一下怎么的。抵达终点啊，这一关很简单啊，虽然是困难的，抵达终点。我们这边有自动战斗可以解锁了，哎，跳得挺快啊。虽然解锁自动战斗，但是我们还是手动操作一波啊，这样才打击感。跳，哇，它可以连，它连跳就是飞，看见没？飞，可以。哎呀，空中踢，来，哎呀，赛钢技能挺帅气的嘛。二技能走一波，二技能，哎呀，被他打断了，绝招！哇，赛钢是非常喜欢水的一个选手啊，这直接来了一波水龙卷，全吸进去，非常帅气。小眼睛怪，哎，这个小眼睛怪老是打破我的技能，很烦。那我就带空中，你看，我非常完美的躲过了他那一个光线。走，我们抵达终点就完成了啊，这个困难部分。好，这是土之魔王兽啊，来，二技能，之前没看到的是空中龙卷，来，地水水龙，终极绝招来了，朋友们，终极必杀技不帅啊，还得是大招，朋友们，还得是大招和空中，哎，空中冲刺。哎，怪兽对怪兽啊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体型跟那个土之魔王兽相当啊，甚至比它还大一点，就是看起来没它那么壮实。看来这一关应该是可以轻松过吧，但是打得好慢哦，朋友们，这困难副本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哎，还把它爆炸爆倒了。那我们切换成拖雷基亚，哎，一出来就耍酷啊，我们拖雷基亚，来，再来一波怪，最后一波怪，来拖雷基亚，看一下拖雷基亚，拖雷基亚伤害要高好多了啊！哎，我感觉没高多少，朋友们，我感觉这个拖雷基亚还不如赛钢，可能赛钢装备好一些吧，或者升星升的多些啊，装备好像是通用的，朋友们，装备好像是通用的，应该是赛钢的星级高一些啊，那个英雄。因为我们的这一个拖雷架好像是 UR 英雄，我们的星级绝对是没有他高的，因为要的材料多啊，贵呀，朋友们，
终结必杀啊！哎，真的是必杀啊！非常帅，下回了一波血，抵达终点不容易啊，朋友们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下一期视频我们继续探索困难副本啊，打一点装备，你看，你看，蓝色头盔这不就来了吗？升级材料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拜拜。